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作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下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中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是邪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的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的事，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假，又兼顾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拿阴沉给他们吃，又拿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经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一定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定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领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绝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在末后的日子，你们就会全然明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竟然自己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竟然自己发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耶和华说，我只是近处的神吗？不也是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难道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吗？
耶和华说，我不是充满天地吗？我已经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的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不是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跟他们作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跟他们作对。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跟他们作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对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惩罚那人和他的家。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以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把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以及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你们忘不了的。